这回我们组团的宗旨就是对对方你好，遏制矛盾滋生发芽，尤其是你们俩不能拱火，只能安慰。哎呦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别说我们俩哈，一句话不对付你就跳脚。哎，小雨、伟林都来了啊。过来看看你们。哎，你们俩怎么了？正好本来是想给你们打电话的，正好你们来了，我们俩办离婚去了，费用合计是49块钱，挺不值钱的。这都别说了，我跟沈宇已经商量过了，问题解决不了就别成为对方的心结，离了应该就可以轻松一点吧。华伟林，你个混账玩意儿，你我让你胡说，你看看。爸，您别打了。其实离婚也不见得是件坏事，都别闹了。我们俩都会为对方未来的幸福祝福的。如果大家愿意呢，我们在一块儿包顿饺子。毕竟以后我跟伟林还是发小，你们也还是老同事老邻居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就散伙了。爸，我给钟丽梅打过电话了，不跟她做公司了，太浮夸不适合我，我跟你回云锦。你说你们吧，这也是不理智啊，挺好一套房子，明年到手，你说你这一离婚，哎呀，方校长就算是再想照顾你，也不可能顶着一堆结婚的跟你单身。陆老师，您就别骂我了。我懂你们自己的事儿嘛，啊，哎，这个再说多了也不招人不爱听，但是有句话真得说说，小雨，你真得想想，你可别后悔。这离婚呀，不是俩人的事儿啊。可不是吗？那个啊，伯父、伯母，你先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就把车开过来啊。谢谢你啊，哥。不，还送他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他不是落单了吗？沈宇，
走吧。对，你没有出轨，是我冤枉你了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都过去了。没过去，没过去，真的是我错了，你别生气好吗？真的是我错了，原谅我。谁都没有错，沈月。离婚前我想挺多的，我是对自己失望。你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，是我错了。可你一直在不安，对，从头到尾都在不安，包括五年不要孩子的计划，都是因为不安。是我不够格，我没有做丈夫的能力，我唯一能给你的就是我自己。所以让你更害怕，所以让你更不安。我说过男人不能逃避，我做不到，力不从心，让你对生活更害怕，所以不安。华美丽，我们都为彼此付出感动，为什么不能原谅？可能感动才是最大的包袱吧。我害怕在我嘴里出现消极的声音，怕说出兑现不了的话，触碰你让你害怕，我是有感受的。有好几次你说谁又买了什么，然后戛然而止。你更害怕一个无心的话题触碰我，让我受伤。如果身为一个女人，张家长李家短的都不行，我是不是太差劲了？沈远，为什么我们的爱情得来不易，在婚姻面前就不堪一击？或许婚姻远不如我们想象的简单，分开也好。分开了，我们就有时间跟空间去想想了。
真不简单，一年里开了两家，欠着你的钱呢，可不得勤分点儿。怎么说见外了？朋友是朋友，钱是钱，你交的。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单独的个体，每个人的好坏都关联着很多人。 我们两个维持现状，不挺好的吗？现状值得珍惜，但无法维持，因为谁都在发展。为什么有你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我还会不甘心呢？ 你疯了吗你？啊！离婚这么久了，你还想不开呀你？干嘛呀？你想干嘛呀还？我写的论文题目叫《恐惧下的黑色文学》，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恐惧。谁想自杀了？啊？
的变化哈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都在为你担心。你别这么沉默好不好啊？啊，有些话说出来跟外人分享一下没有坏处。明天要交论文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写的再好，我也不给你高分。听见没有啊？振宇啊，不要忽略亲人和朋友对你的关怀。你说你不好起来，大家心里都很难受。想感受一下孤独，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不是，可是孤独不是你的本意吗？不会。想与不想，结局都一样。为什么还会去想？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有遗憾，那说明在他心里还抱有希望。我血糖高了，就是糖尿病。我中招了，看着满桌子饭菜，这平常都是我爱吃的，我不敢张嘴呀。啊？哎呀，还有好多并发症，说完就完。你这闺女这么大了，还没个着落，我这心慌啊，不放心呢。行了吧。您这个化验报告我都看了，您这属于假性糖尿病，只要不胡吃海塞，不喝大酒，俩星期就好了啊。吃饭吧。真可怕。行了行了，别装可怜状，有话咱们就直说吧啊。小雨啊，你看你这个离婚已经一年多了，别扛着了啊，咱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重新开始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小雨，我跟你妈都退了，可以全心全意的给你带孩子。哎呀，你们无聊不无聊啊？无聊啊，这不是没事儿干吗？你要踏实了，我们不就不无聊了吗？小雨，我们知道你心里啊还念着那个华伟林，可是这一年多吧，我们都去找过了，不是一直没找着吗？咱们从那个平井回去，啊，这爷俩一下就搬家了，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，电话也换了。那现在能知道的，就是化工的那个补助金，啊，咱们厂子每个月都给他往那个卡上打钱，那你说他从哪儿取？这大家谁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来说说，小雨啊，有些话中听不中听的，你得听你耳朵。这老华家这爷俩这么做呀，就是想跟大伙儿啊断了联系，很明显呀，是吧？
但是事儿出了，他得过去。你别不说话呀。真为你着急呀！你说你成天这样吧，你说我们看着吧。你看到了吗？我换车了。我不是忽悠你，公司现在真的很好。你说我们俩吧，能共患难，却不能共享福。我老觉得这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你回来好不好？给我当副总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人挺有意思。你既然不想回来，那你干嘛忽然又给我打电话了呢？我给你打电话只是想跟你聊聊。我没想到你开着车就奔过来了。你不是跟我说，跟沈宇分开是想给彼此多一点时间跟空间去思考吗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想到最后总是问自己，如果怕他不安，为什么不多努力一点？为什么不拼到死就放弃自己？可有些人分开是因为不珍惜，你们俩正好是相反，这不有病吗？既然意识到自己有病了，再慎着就有点矫情了啊。这个季度的房租我已经打你卡里了。嗯，好的。啊，谢谢。世上到底有没有后悔药啊？怎么又问了那么一句冷不丁？没事，吃饭。哎呀，你别叨叨叨没完没了的！你小科长买什么车呀？哎呀，咱不是没有买房的压力吗？你家房子再大也掩盖不了人多嘴杂没隐私的负面现实。你要真能攒下钱，我倒宁愿买房子。宝马318i，六缸，俩涡轮，八速手自一体。拜托，这是宝马，你买得起吗？那我在旁边试一试，我看一看，我摸一摸，我又不犯法。哎，小薇呀、啊，哎，小薇，你俩怎么在这儿啊？上班。午饭。你呢？哦，
我刚刚去餐厅帮加油站的员工了解一下订餐的事儿。啊，订你车哈。啊，我还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，改天一起吃饭啊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慢点啊。慢点。再见啊。好好好。慢点啊。慢点啊。豪车面前也别躺哈喇子，行吗？莫名其妙的，我徐杰一向是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黄猫，你到了吗？什么？你忽然有事儿？你够意思啊你！老纪，黄毛说他，你也去不了，你们两个约好的吧你们？行了行了，别拿工作说事儿，加油站没忙成那样。你到了吗？哎，你好歹我是你们的老板吧？啊，但凡有点危险的事儿，你们谁都不在，我真是服了你们了。你要是再敢往我儿子手里塞东西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就看人喜欢送他个玩具，不是，论起来我也是他表叔。你闭嘴！你要是再敢提这档子事儿，我跟你豁命！你现在发达了，不认人了，离我儿子远点儿。窝着呢是吧？啊，我也就是想让你们帮着壮壮胆儿，真要是遇到危险的事儿，我能指上你们这几个软蛋？哼，我见你们过得不好，所以聘用你们。盒饭比别人满，工资比别人高，可是你们呢？我是念着发小的情分，你们呢？真让人寒心。顾总，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，被你顾上是沾了华伟您的光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说他妈什么呢？走走走走，都是发小，不联系你，万一哪天联系我们呢？对对对不对？扯淡，人家不归我想。人家是不知道他，你老板，你到底是什么眼光？你别说了。喝茶。喝点水。哎，姑娘，喝点水。哎呦，现在这个相亲呢，真是周全。
这父母啊，给儿女相亲都能搞联谊会了。我儿子是搞计算机软件的，高科技。哎呦，忙，忙好啊！哎呀，缘缘分呐、啊，联谊会上那么多人。就跟你妈妈聊得最好，可不是吗？沈小姐，我觉得咱俩挺有眼缘的。是是是，嗯，就晨儿啊。现在这年轻人说话都咱不懂啊。对，就是。沈爸爸呀，啊，我儿子呢也是离婚的，啊，不过错不在他，都是女方不好。阿姨，这太巧了，我也是离异，而且错也是在女方。说什么呢你？不是咱们不是坦诚吗？是吧？哎呀，自己，我觉得咱们俩很像孩子，你看。自己。喝点水，喝点水哈、啊。没事没事，开玩笑，经常这样喝水跟我都很像。哎哎，喂。谁呀、啊？喝水吧，喝水。这茶挺好的。这一年你去哪儿了？对不起，我前夫电话。哎，对不起，一直都没联系你。还好吗？你们这是怎么搞的？哎，女儿每天相亲，联系着，你觉得好还是不好？走了走了，哎，不是，走了那就很好。是，是的。哦，那我打搅你了。我想好了。哎，什么？你说的啊，分开是为了给对方时间去思考。我想好。我一直在想，但是答案只有一个。婉玲，我后悔了，当时太轻易太冲动了，我觉得什么都是对的，其实不是。我特别后悔。你呢？沈玉，是我的错。不是，是命运的错，是我们俩中了命运的计。艾琳，我现在每天被五花大绑的带来相亲，我觉得我变得很懦弱。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后悔的话，求你带我离开现在的处境。我不需要你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踩七色祥云，请你立刻马上的带我走就好。明天星期六，我去找你。嗯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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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买衣服。哦，你需要什么样的衣服？帅一点，好看的就行。你想约会穿的是吧？很啊。爸，
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想说一会儿去医院接你呢。我四肢健全的，接什么接？检查结果出来了。啊，没什么事儿。大夫怎么说？没什么事儿嘛。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你不懂。我看看。你看什么看？别烦。别，你别烦不烦？咽癌？不，不中耳炎吗？好多人呢，都以为是中耳炎，结果一检查呀，别开玩笑。治个屁呀！都晚期了，爸，你别讳疾忌医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啊，治，怎么治？啊，中医西医，无论把我交给谁，我都会是个无底洞，直到死的那天，知道吗？以前。我是厂里的负担，你妈的负担，现在又是你的负担。我不想再这样，别老是负担，多没面子，是不是？啊？你要想让我好死，你就听我的啊。从医院里出来呀。我已经想了一路了。从今儿开始啊，我是写诗钓鱼，寄情山水间，我啥也不想，我就开开心心的，好好的过好我最后这段日子。嗯。